好啦，咁跟住啊，我哋第三套讲嘅作品啦。我先至声明一样嘢先，我真係俾佢研到咗多次。边 part 研到咗你先？嗱，我有个朋友呢，睇完呢套嘢，佢叫呢套嘢个名就叫做魔法少女交街架。边有魔法啦、啊？佢唔系交街架，佢系好多套机械人集大成嘅。首先 ，Eva 奇怪生物来袭，地球军响一炮发打过嚟，打唔中，未出 G 科啫。嗰啲唔系奇怪生物嚟。交界都算啦，有创性，我哋合体。跟住要讲嗰一套咧，就系、是、VV Red Operation。咁呢套作品啦，咁啊，当然一开头大家最叫做最亮眼嘅地方，就系因为本身阿监督。就是強襲魔女的高村無雲啦，睇埋啲風格都基本上似啦，全部都好恐怖啲鏡頭，成影住古間影出嚟啲鏡頭，仲但係呢套即係有啲人亦做係叫做小富富戰隊咁啊，咁其實呢套嘢個好明顯嗰條唔係小富富，嗰條係熱富嚟噶嘛，你明白？我唔係講熱富，你正多叫小熱富魔女嘅啫，係咪先？佢哋唔係魔女啊又。唔係，應該咁講啦。而家定性上咧，其實咧有變身類型嘅，你講閃亂啊？閃亂你都可以當係噶。咁忍者都係變身啫，忍者唔係魔法少女唔可以嘅。魔法少女就識魔法啦，大佬。點會魔法叫魔法少女啊？唔係定義上係嘅，咁如果你咁樣嘅強襲魔女嗰啲咁樣，就不過另計啦。呢樣嘢我哋唔好多，呢、這個唔係討論範圍呢、這個。一開頭就講其實話喺一個人工島上面啦，就已經係話因為一色博士啦，即係女主角小西嗰個嘅阿爺啦，就發明咗一個無限，即係你可以話近乎無限嘅再生能源啦，解決咗呢個世界嘅能源危機啦。因為佢阿爺就話會有啲迷之敵人來襲，咁但係啲人唔信佢啦，然後跟住就俾人燉咗冬菇啦，咁咪就過住啲好貧窮嘅生活啦。貧窮嗰幾嗰幾嗰幾好似超家族聯盟嘅超空閒基地嚟講，差唔多係邊個窮㗎大佬？咁佢講佢即係開頭佢有描述過佢哋好似係經濟都有多少拮據㗎嘛。咪搞到佢個妹要樣樣嘢慳價，慳價。佢係要菜級個開房核彈，我講佢冇錢。就係因為佢整咗個咁嘅工作室出嚟，所以冇錢咯。係咯，用曬啲錢咯。咁而你話一色博士啦，本身其實係想研究呢、這個VV system 嘅嘢嘅。咁即係開頭嗰時，第一集嗰時未知係咩嚟啦。咁跟住就當然第一集就好似頭先有嘛，你講咁樣嘅都 OK 嘅，使徒來襲。出咗仕途啦，即係總之有一個迷之嘅科技嘅機械人，佢對住差唔多都係飛機飛埋去放飛彈，地下就喺度炮打佢，真係冇試過就係地下，佢男嚟，佢真係用翻強襲魔女嘅一套，而且你見到就係、是、你叫做比強襲魔女好少少嘅咧，就係咧嗰隻二型軍，我唔知而家嗰隻叫乜嘢啦，而家未有定性究竟佢係一套咩啦，總之好似冇安排一個名咩，依啲暫時未有。呢啲迷之嘅嘅兵器咧，個級評咧好過二型軍多少咁解啦，即至少唔會係啲四方形啊、六角形啊，再唔係圓形啊、三角形咁樣啦。咁呢個要睇埋喺後面嗰啲出啲咩先。係咯，冇簽名畫個三角形俾你咯，咁樣嘅啫。係咯，畫個菱形整個第四次好出嚟俾你。唔係話唔理得第一個係咁咯，後面嗰啲。係咯，冇錢啊，後面邊個畫咁靚啊真係。唔係咁，當然你話嗱呢套嘢佢叫做啦，即你如果有睇翻網頁嘅，佢打住第一句咧就係、是、友情是守護世界，所以即呢套嘢其實係玩友情嘅。有時要 kiss 嘅咩？我要合體嘅咩？即係故事又講到跟住，我予以依個高評價嘅，因為啲戰機啊嗰啲嘢其實都做得真係好有型。真死唔死得有型係另一回事，至少就係佢做飛機嘅細位，有時佢影埋去個駕駛員嗰度啊，佢機艙嗰度其實佢都有做翻一定嘅作畫喺裏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做得唔錯嘅地方嚟嘅。你應該會失望，因為我覺得啲飛機會出咁同埋有戰鬥翻嗰種就係、是、就算好多機人片嘅戰鬥翻，第一集都好似好多依啲咁嘅所謂炮灰型嘅戰鬥機啊、坦克車啊、戰艦嗰啲嘢，而嗰個位我代入到真係機人片裏面嗰類嗰種質素嘅戰艦嘅。被打爆嘅畫面，你純粹享受佢哋被打爆嘅喎。我予以高評價嘅，我予以高評價嘅。
咁然後跟住就博士就喺來襲嗰一刻研發成功呢、這個VLAG 嘅。我其實睇嗰幕咧，我以為係佢研發咗成功，我終於變成一隻動物啦。咁樣。唔係，譬如佢交靈魂性交換啦，但係。係。去到呢個位咧，我就唔再用劇情嘅方式去講，我用一色博士嘅角度去剖析呢件事。呢、這個 VVS system 係一個劃時代嘅 system 嚟嘅。嗯，首先人工史魔法，唔係史魔叫淫獸，史魔法。我劃時代定個淫獸度嘅史魔法先，人工史魔法，佢成功地做到，人人皆可以成為史魔，人人皆可以成為魔法少女。然後跟住魔法少女呢個合體 system， 完全係劃時代嘅建設。點解？你將兩個十一二歲啦嘅少女加埋。就可以成為一個十四歲嘅少女，年齡就相加，體重就相加，唔講啦，即係其實一加一就會變加埋一齊，加埋五個嘅話，咪變咗肥佬。開頭變身金榜，你見到好多類似鐵甲、鋼鐵俠、個 Iron Man 咁啦，啲好多裝甲合合埋個身咧，合之後咧，都咁瘦嘅，就著個裝甲咩？佢唔知點解合咗之後咧，好瘦啊、纖瘦啊，啲裝甲唔知去邊嘅就合體仲犀利。應該好似激龍神咁合完一半裝甲咁，你聽聽我講，喺度聽我講，聽我講埋先。點解一開頭政府個副產品呢個永久能源開發完之後，政府嗰邊就已經 feel 到呢個一息博士嘅邪惡計劃，所以就想阻止佢呢個邪惡計劃，但最後都未能成功。可憐嘅孫女慘遭毒手，連埋個超模中華。若然出生率低嘅話，只要將兩個差唔多嘅加埋，搞掂。咩啊？呢個龍珠以前玩過啦，合體嘅問題啫。所以咪話外星人嘅科技都唔及地球人嘅科技咯。杜拉格斯同吳天合埋佢都係一個靚仔嘅嘛，但係而家兩個靚妹合埋係變成一個少女㗎。你係咪博唔到咧？所以你話一息博士嘅呢個研究係咪幾咁偉大咧？啲人中意羅莉咁樣，唔好搞錯咗啊！你真係。嗱，佢合咗體，佢咪又可以分翻體咯？你要明白就係一息博士佢諗呢個計劃係相當相當之全面嘅。有人偷佢啊！我想偷佢啊！想要一個嘅時候有一個，想要兩個嘅時候可以變翻做兩個。整個計劃嘅偉大程度係唔係我哋呢啲凡夫俗子可以想象得到？你有潛質做呢個博士啊！揾人做咗佢啊！唔該，我啲同事做唔到啦。一色博士嘅觀點就已經結束咗啦。咁個故事就講其實講到就係、是、呢條鎖匙係咪淨係阿小西精女阿爺咁樣講啫？阿爺，我覺得阿爺呢句嘢有誤導成分嘅，其實就好奇怪嘅嗰一部位都係啦。當阿小西變身變咗身之後，佢可以複製多一條匙出嚟。俾阿葵去用，今次迷本嘅依家，咦？好奇怪就是、即系你唔系做咗两条锁匙出嚟，即系我觉得嗰个位其实即系对我嚟睇，应该唔止两条锁匙咯。即系你有几多有几多？唔系你话系阿葵系要借助阿小西去变身嘅，都或者咁样，但系你总变条锁匙出嚟，我又觉得个感觉奇怪咗啲。就如果你咁样变身，即系以后加佢呢角色。要集合埋提升變身喎，即係冇咗佢又唔可以變身。唔係咁，可以之後再做條鎖匙出嚟嘅，咁我覺得。你咪做條鎖匙咯。我都係落現啫嘛。我都係嗰句啦，一色博士嘅科技咧係唔係夠想像噶嘛？咁如果講到呢一點嘅話，我唔會質疑一色博士嘅研究。OK， 去到呢一節咁，其實就係呢個戰鬥段落啦。飛行嗰方面，其實我覺得就話，因為本身係阿高橋和雲做開呢個強襲魔女，其實咧。家兄就熟㗎喇，其實就亦都見到嗰、那個又唔同喎、啊。其實欣賞佢另一個處理就係、是、因為你本身強襲魔女佢用Stray Unit 嗰陣時候，其實佢飛行嗰個嘅慣性移動，其實佢唔會突然之間有一個左右轉向嘅，但即係因為佢本身係你當一架戰鬥機係直不停係直飛嘅啫嘛，飛緊嘅。如果就算兜翻轉頭，佢哋都只係用慣性轉彎或者係兜翻轉頭咁樣。但係而View Operation 裏面咁，其實佢就係、是、你當係一個呢、這個跟登 Double O 嘅太陽人式嘅飛行啦。嗰度睇落去都相當唔錯，至少第一集淨係第二集開始啦。其實第一集冇戰鬥嘅，第一集變身啫，第一集有。咁一開頭小西佢對戰同埋跟住最主要就係其實佢兩個。角色都做到兩種戰鬥風格出嚟，一開頭都做到。咁佢兩套人個武裝都唔同。好多其實你話就算玩到後期玩到依類型作品嘅，最終其實兩個人嘅移動方式係一樣噶嘛。但係你當阿
葵係嗰種叫做防御型戰鬥方式，阿小西就係一個叫做爭奪系嘅速度型。其實我反而覺得阿葵先係攻擊型喎。唔係攻擊防守，攻擊型咯。佢嗰個嘴，佢嗰個高得起埋嚟噶嘛？佢嗰個佢阿爺就見到之後，哇！跟住就大聲講一句：，哇！合體啦，你哋可以跟住千年之抗嘅合體。點解你會覺得係創性咧？點解真係創性咧？而家你做咗下嘢，而家創性好睇喎。誒，點話合體功能落去啦？呢個附加世界呢個。唔係嗱，合體唔係創性先有應該。合體唔係出，我覺得戰鬥真正嘅合體。佢呢個係真係攞機械人元素嘅，你唔好入呢個創性所。魔法少女已經係開始慢慢，呢個係呢個演化嚟噶嘛，即係由開頭進步呢一叫科技嘅進步嚟噶嘛，呢種係你由開頭變身係好似係呢個魔法少女嘅特有嘅題材，咁然後跟住開始邁向呢個軍武化、格鬥化。然後跟住虛冤嘅就賣向黑化，咁然後跟住而家就賣向合體，咁然後跟住咧，其實咧應該眼鏡廠咧就好快就可以出咧，就叫做超級魔女大戰，魔法少女大戰唔係魔女，你搞錯啦，好行喎，梗係好行啦、啊，機械片而家冇咩出啦，冇得出咪出你只攞尾啦。合體嗰度嘅搞個橋段就第一次合體唔成功啦，因為SRS 啊嘛，你知道有人有意念啊嘛，唔係因為有人有拒絕嘅反應，因為要共享呢個嘅記憶同埋共享啲乜鬼嘢咁樣嘅肉體咯。唔係，總之一句講曬就同步唔到，同步唔到，冇錯啦。正常使用咗人都冇嘢㗎，同步唔到 100% 合唔到體咯。依一次去到呢個位，都唔係話喺嗰個位度兜咗好耐。喺講翻以前嘅事之前，都唔會冇誠意齋棋，都係戰鬥住咁去諗嗰樣嘢。我覺得我對呢樣嘢係欣賞嘅，我對呢樣嘢，因為真係唔係嘅話咧，即係你好似就係咧個異形好善意咁樣企喺度話，你哋諗完未啊？未啊，合體未啊？可以打爆合體。呢個足球章嘅定理講完就得㗎啦，講就講三分鐘，二分鐘得一秒嘅啫係。而你話跟住就係、是原本就係、是、佢哋唔合體都已經可以搞掂，因為靠呢、這個人都搞掂佢啦。其實佢呢樣嘢佢另一個做得好嘅地方就係、是、班炮灰嘅飛機同埋戰艦。做一個緩緩攻擊，令到緩緩定話係做炮灰啊！真係炮灰式嘅緩緩啊！佢都仲係緩緩，嗰啲自殺式襲擊嘅啫喎，緩緩咯，佢冇諗過死㗎嘛，佢諗住緩緩但係炮灰，即係我俾大家嘢衝埋自爆得兩種。唔係，然後跟住喺即叫做由佢哋兩個主導之下，咁樣成功將第一個形態啦，你可以話係。激到咗，未算激到，未死透。唔係，佢已經停止咗活動啦。咁佢再因為開，總之揾到佢嘅弱點，跟住就同。係啦，唔係我欣賞嘅，反而就係佢同嗰啲即係啲飛機連攜攻擊係啦。其實我覺得係嗰度精彩，嗰度精彩嘅。因為佢係講到就係話第一形態嘅時候，佢就女主角藍紅色咁樣咧。紅色阿小西，阿小西就係用咩狐狸標噶嘛，即係割開咗嗰個好重要嘅部分，跟住啲導彈先射到入去先至可以。係啦，即係佢係即係佢停止，佢破除咗佢防禦。咁其實呢度真係我，你話比起合體之後咧，其實我覺得呢度我會係最高評價。即係我感覺上反而佢唔係用一閃流嘅方式去結束呢場戰鬥，亦都唔係就係單單靠話嗰兩個魔法少女。就可以咩合體咩，總之合體技咁一炮幾 KO 就咁。然後跟住當然係因為有一個迷之嘅黑色啦。我諗起魔法少女小圓，唔係依個啲人話係簽Idol Master 簽咗過咗棚去做咩嘅，咁呢個唔重要啊。所謂啊，跟住就令到呢個迷之科技突然之間又進化咗啦。咁第二形態，第二形態咁，然後跟住就需要用呢個合體指令。咁就先可以去解決呢個敵人啦。合體指令真係好奇怪咯，點解要設啲咁嘅指令？問阿爺咯，喂，大家識博士，我哋明白㗎。跟住仲要話錫啦你哋，跟住仲要錫額頭。其實唔係因為邊個 kiss 就邊個做主力負責。唔係嗱，我有諗過，其實佢依度咧，其實咧，我感覺啦，其實咧，如果佢要玩落去嘅話，佢依個合體佢真係可以咧，好似頭先阿友話咁嘅，邊個做主體？因為而家佢今次就用以因為今次係阿葵 kiss 阿善衰，應該葵做主體啦就。咁可能下次阿善 kiss 阿唔係應該話主今次其實主體係阿小西，而武裝係用阿葵嘅武裝。哇！佢件衫都藍色喎，邊個？但意識係咩㗎嘛？意識你見到講嘢嘅主體係阿小西係主體嚟㗎嘛？善西係邊個啊？即係今次係用嘅形態係葵嘅武裝形態。
但係主體操控係亞小齋，即係明派羅同埋十派羅。係。有兩個小人指令啊，係咪好威威啊？搞咁複雜咧，四個都仲犀利啊，四個小人指令用啊。咁然後跟住，即係當然頭先我講啦，就話我哋點解會話哇咁交街，即係你即係好多人都諗到就係交街㗎，因為紅色加呢個藍色就會變咗紫色，強龍神係嘛？超龍神啦、啊！神啊，強龍神、幻龍神啦，你知唔知啊？嗱，強龍神同幻龍神咧，就係跟住佢哋嗱，跟住咧，如果嗱，即係你一樣見到知道就係之後係會有綠色同黃色，咁綠色同黃色咧，跟住交街嘅設定咧，佢哋兩個合體咧就係激龍神。咁然後跟住咧，如果用呢個叫做咩咧？黃色同紅嗱，因為加就係啦，跟住就係紅色加黃色係跟住就係綠色加呢個藍色，咁就會變成強龍神同埋幻龍神。四個色加唔加埋？嗱，然後跟住點知啊？嗱，然後跟住其實咧，佢仲有嗱，佢跟住仲有個黑色，咁大家都估到遲啲一定會加入㗎啦。咁嗱，黑色係咩咧？係交街㗎裏邊。咁嗱，黑色咁因為要配粉紅色，但係現時為止，我哋現階段係未睇過任何有粉紅色要素嘅。阿妹咯，結果式出現嘅，幫我嘛，阿妹係啊，有機會。咁其實咧，咁跟住啲人話咧，其實呢一套咧，咁應該係要等要等呢個 VVO Web Project Finish 嗰度，即係呢個劇場版，就好似呢、這個 VV Ping Project。咁呢個就係交街㗎，裏面發行嗰時就係呢個暗龍加光龍就變成呢個天龍神啦。哇，簡直係一個交街遊戲設定，簡直一流。而家呢套嘢叫 VV Web 啊，跟住又做 VV 其他式嘅 Operation。縱觀你話整套故事好。簡單套路啫，好公式套路，但係佢因就係因為做得簡單，而佢畫面做得精彩，即係佢擺咗一啲資源喺啲戰鬥方面係做得出色啦。即係當然你話睇依啲嘅，另外一個嘅即係戰鬥，我覺得就我已經幾乎打過90分俾佢㗎啦，已經係可以。另外一方面要睇嘅健身作畫啦，當然件衫我覺得你話如果吹毛求疵嘅，其實如果兩個，我想怕佢冚咗粒甲落去之後咧，係好似好薄嗰件衫係。你點含嗰啲格啊？你唔好執一色布一定啦，唔可以。佢仲叫個 idol 名喎。呢套嘢裏面你最唔可以 judge 嘅就係一色博士，一色博士係偉大嘅。係有嘅錯，唔好意思。而你話當然有馬講嘅真係其實裝甲嗰方面其實最後佢都係變咗布質嘅材質啦。裝甲咯，應該係咯。而係重裝甲嗰度，佢係真係只係喺合體之後先。有所謂嘅重裝甲出現，但其實咧，我幾中意你話變身畫面有一度咧，就係咧將兩個手嘅 pass 咧撞埋去手嗰個位咧，嗰、那個啱啱嗰個力嗰、那個反撞力咧，你要真係見到，我真係覺得嗰、那個嗰、那個位係唔係因為嗰、那個你唔好理佢添，都話唔好執一色博士嘅科技，嗰個位真係處理得靚喎，真係我覺得係，即係你話喺動畫裏面，你話如果計喺戰鬥嚟講，我第二中意喺作畫嗰個位就係嗰個位啦。你咪意思你物理處理都做到出嚟？兼用卡可以之後永遠用嘅，冇所謂啦，做靚啲咯。唔知佢係咪即係你？如果你而家慣常魔法少女系嘅，咁其實變身畫面唔會出太多次嘅，咁樣又唔會。咁呢個當然睇下佢之後佢點樣處理啦。但至少就係喺嗰個變身度，我唔理佢點樣 shortcut 淨係 shortcut 內褲又好啊 ，shortcut 胸又好啊，唔好理嗰啲嘢啦。但係最少就係佢做嗰個變身畫面，我覺得有佢自己嘅特色。即係你比起啲咩閃亂神啊嗰啲，真係唔知揈兩下之後，人突然間措手唔知邊度彈出嚟咁樣。我 buy 咯，最少。你 buy 我都嗰邊，你 buy 邊？我係 buy 呢邊啦。閃亂神攞呢啲咩嚟㗎？除咗粒紐啫嘛，大佬。所以反之，我覺得你話佢暫時嚟講，我喺今季裏邊，即係唔係續翻嚟講，新翻原創翻嚟講。我一定係擺呢套做首位。嗯。睇個人點睇？我唔中意機械人，冇問題。今季都機械人片啦，越嚟越少啦。咁做。即係機人元素去啦，啲少女翻到啊嘛，啲獻身少女到啊嘛，真係。即係有啲人其實你依套嘢嘅，除咗話強襲，即係啲人話強襲魔女當然係佢高橋和雲嘅本身佢自己做呢度，咁依套當然有個影子啦。咁然後跟住其實呢套另一個啲人有嘅影子就係娜羅霞啦嘅。有冇炮喎？我五畫就遲下會有嘅。有啫，唔好忘記。阿益瑟博士已經成為呢個雪雕一號咯，佢已經成為遊樂一號咯，佢可以出魔法陣嘅咯，都係任獸嚟嘅隻嘢，唔係從佢試點又可以有啲傷。唔係，其實咧，我有諗過一樣嘢嘅，即係如果呢個係一個機械，即係呢個機戰嘅設定嚟講咧，跟住咧就係即係遊樂見到佢之後就好似痛苦咯。跟住可能個故事就係話，其實呢個 Legend Hardor 嘅開發，其實一色博士都係有份嘅。唔係啦，一色博士好勁啊，我知啦，好勁啊，見過。睇呢樣嘢真係，即係當然你話係咪真係用個合體用嗰、那個？梗用得好靚呢，我覺得就一般嘅啫，即係佢只不過係
將兩個加埋，然後跟住變咗一個另外一個樣嘅，即係有啲人會話初音啦，咁我唔理啦，咁因為但係冇扎頭髮，咁唔算啦，係咪先？咩唔好咩都想嘛，咩都話初音得唔得？因為你有啲人中意個角色，你都覺得話似內業嗰個角色咁樣嘅，不過冇內業咁冇係一三年嘅內業先，你講緊梗係九歲嗰個啦，大佬。唔通同你講廿幾歲嗰個咩？你話合體咗之後可能有嘅，問下你到時問下釋博士有冇咯。九加十九啊，唔係廿一啊，係咯，加十個歲嘅合體啦。所以即係呢套嘢，我覺得你話縱觀其實佢將機人片嘅某啲，當然你話、大家對機人片係好有記事感嘅，同埋即係大家都幾中意睇魔術二。你話就算撇開呢兩樣嘢，我覺得齋睇戰鬥。我覺得係真係今季翻裏面嘅頂翻，但係最大問題係要睇埋佢之後嗰啲點樣樣咯，會唔會話淨係得第一場 OK， 後面一場好係咯？希望唔你啲仔我賭下下一次就唔會有快飛出嚟。希望唔好啦，希望因為太多動畫有佢哋嘅前波啦，已經即係高橋和人 handle 嘅，咁佢強襲魔女系列嗰度，咁其實佢都賦予咗一定信心嘅，即管落嚟睇落去咯，睇下佢處理成點。係啦。即係今季嘅 VIP 一色博士，好，我哋去下一套。